清，经济学者好少出现在同一句句子。文清一身衣着朴素低调，会去行书店、饮咖啡、听讲座，讲究生活品味，追求理想，拥抱真善美。经济学者穿上西装，一本正经，在电视荧光幕上以专家身份出现，会讲股市、楼市走势，评论大小现象，讲求实际，斤斤计较。两种思维，两个世界，好似唔系无话可说，就系意见不合。其实文清同经济学者一定只有矛盾㗎。